大家好，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安装 macOS。 首先开机之后马上按下 Apple 循键，不要放开，大约10秒钟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。我们可以用左右键选择最右边的光碟来重关 Mac， 选择好之后按下 Enter。 现在是光碟机在读取 macOS 的重关光碟，因为这会读取上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所以我会用快转带过这个画面。这个画面可以选择语言，如果你想要选择其他语言也可以在这里选择，但我现在选择以繁体中文为主要语言。选择下一步，在工具程式的下拉式选单，选择磁碟工具程式。用滑鼠点选一下硬碟，选择分割，点选一下分割区布局的下拉式选单。这边可以选择分割成几个硬碟磁区，我这边选择一个分割区。在名称这边输入 Mac， 格式用预设的 macOS 扩充格式。接下来选择套用，选择分割，这样子硬碟就算做好分割和格式化了。现在关掉磁碟工具程式，选择继续，按下同意，在这边用滑鼠点选一下想要安装的硬碟，选择安装。接下来这个画面会跑上二三十分钟，我会用快转带过，大约10秒钟左右就会到下一个要动作的画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安装过程中会经过哪些画面。这个画面选择台湾，选择继续，这边可以选择想要预设的输入法，我们按照预设值选择继续，点选现在不要传送任何资讯，选择继续。这边可以输入你的 Apple ID， 不过我现在选择不要登录，选择继续，选择略过。在条款和条件的画面选择同意，选择同意。这是建立电脑账号的画面，在全名输入你的名字，账号名称会自己沿用全名。在密码的空格输入想要输入的密码，右边的空格要重复输入一次。接下来输入密码提示，将传送诊断与用量资料给 Apple 取消打勾，按下继续。这边选择不要注册，选择继续，选择略过。
这样重灌就完成了。谢谢各位。